我是应该要硬起来了啊，因为我太顺着他了啊，我甚至连买房子都买他的名字啊，对不对？我实在不太愿意讲说什么，最毒妇人心啊，因为不是大家都这么无情，这么绝情，但是怎么我们遇到了一个，在最后会这么硬，而且这么坚决，而且这么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太太为什么她就一定要跟我离婚。对啊，我们在一起21年了，对，然后之前他觉得你们感情非常好啊，哦，一直很好，而且所以看到新闻才吓一跳。但是我觉得今天会走到这一步呢，我一直在推敲，到底是不是远距离的这种感情是经不起考验的？因为呢，这个事情其实你要说是个导火线吧，也就是2年多前。啊，我辞掉了，综艺大集合，因为我已经跟胡瓜在一起合作20年了，看腻了。对，看胡瓜也看腻了。那等一下嫂子也会看你21年，也看腻了，好不好？是，一定可。所以啊，所以呢，我还没提出来，就当这一次疫情，我从这个大陆返台之后呢，他劈头给我来一个，就是他说我要跟你办离婚，那当然我一定会问为什么呢？啊，你之前是完全你觉得没有征兆。征兆一定是有的，那是我后来慢慢这个推敲的。对，那我之所以就觉得，当然，就你没有想到他会突然跟你提离婚。对，我以为只是说平常我们这一夫妻这个口角啊，或者说意见不合一定会有啊，对不对？或是动不动就是说你再这样我就跟你离婚，我跟你讲啊，顶多大陆回来隔离一下就好，不到离婚嘛。对，没有，因为可是董哥，我们有看那个新闻媒体出现，就是说你过年没有回家吃饭，对，那你过年跑去哪里？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，很好，我们请问一下吕文婉。我那个时候从大陆逃，就是回到台湾的时候，逃回来，其实疫情其实也差不多了，因为本来是夏一啊，他劝我说，今年呢，你想不想多赚点钱？夏一现在上海弄了个那个传播公司，叫一品传播，弄得非常好。很多人呢，他就介绍去做商演啊，还有去主持啊，还有到淘宝去做直播。他说呢，过年啊，这大陆呢，从初一到15灯会，每天都活动。他就帮我排了好几场，又在无锡的，又在这个上海的。那我想一想，此刻我就需要就是说多赚点钱。对。那我想，等我把这个场子做完了，我再回来台湾看看小孩太太，其实不差那顿这个年夜饭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一家人在一起吃饭，那不就也就像团圆了吗？新闻说你当时人在台湾呢？啊，年夜饭的汤，当时你是在台湾，只是没在家里。我不在，我在内地，我在大陆。这报道错误。然后我连吃年夜饭还是跟台商协会的这个一些，因为他们也留下来了。所以我那时候在想，我到底该不该？哦，还有夏一就在这个大年初一跟我讲说，对不起，之前排的那些活动啊，因为呢疫情现在这个都取消扩散，所以都取消了。那更增加了说我一定要回来吧。因为马上它封城之后呢，你就不能回来了。对，甚至外面人也进不去。我就抢到了一张这个大年初一的晚上啊，12点，我就请这个旅行社帮我订了一张回台湾机票。然后呢，我整夜就在机场守着啊，到4点多钟的时候呢，我再飞回台湾。飞回来的时候呢，其实已经大年初二了。所以我不是没有告诉我太太，因为我觉得，先回我妈妈家，我觉得是一个自我隔离。我觉得我算不是从疫区，但是我从大陆回来。对啊，然后再者呢，我觉得早一天或是晚一天回去，你觉得有这么重要吗？因为我已经跟他讲说，今年我不回来了。但是我突然回来了，是说我要跟他解释疫情。可那个时候呢，在那个之前他已经就不太爱听我说话了。我在北京每次老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就不是不接，就说我很忙啊，我在忙。我说我打给你现在是12点了，你忙什么呢？公司里面很忙，在加班。什么公司？半夜12点。他又不是老板啊。半夜12点，所以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刚刚讲起来其实蛮情有可原的，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嘛。是的，是的。你是在内地工作，是，那你年夜饭这几年有陪他吃吗？我去年就没有，去年我就在深圳，
啊、嗯，去年没有，甚至拍戏拍了五个月，所以他有特别强调，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但你没有出现，他有特别提出是这个理由吗？这个原因吗？我觉得这个是后来这个媒体所写的，嗯、啊，当然冰冻三尺非日之寒，是，在我到内地的这两年呢，其实我们的联络就开始从有话讲到没有话讲，然后到我要问他的这工作情况。啊，或者说我要跟他报告，我现在拍了什么戏了？我的人在，我一共跑了五个城市，武汉、成都、四川，山东，然后又到山西，我都去拍过戏啊。可是我讲这些，他根本就爱听不听的，啊，甚至我跟他讲说，哎呀，这个今天北京下大雪了，我拍给你看，好漂亮啊，怎么样啊？白天是零度，晚上是零下六度，一般太太总会虚情假意讲一句。哎呦，这么冷，你要多加件外套，出门的时候小心别感冒了，对吧？他连这种话，他都没有跟我说过。那他回什么？我就觉得有点心寒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已读不回吗？啊？就是已读不回吗？你拍给他看。我拍给他看啊，我拍视、哦、我还是跟他，我晚上通常都跟他还有跟我小孩视频。对。但往往后来到，第一年还好，到第二年，就常常跟我小孩视频。我要说妈妈呢，妈妈去什么公司里面？反正那个时候我才慢慢，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有什么猫腻，或者说有什么不对不对，但现在我才觉得说这肯定有问题，这就跟后来报纸不是一先是说他跟我离婚啊，那是第一版本，对，我觉得我是要被 fire 的人了，啊，我是公司，他甲方我是乙方，等过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我一大早七点就被所有的新闻电话一直响，出现另外一个主角，因为他说董志成离婚是因为老婆有外遇，而且是传出是跟你的儿子游泳教练，对，你相信这个新闻，你觉得呢？之前感情其实蛮好的，后来你说其实一讲话可能都会吵架，在吵什么呢？比方说小孩子啊，他该不该去补物理？啊，或者是补化学，或者说小孩子呢，啊，他下午应不应该去让他再去学日文？我觉得英文都没念好了，他还让他去学日文，教育的事情会吵。对小孩的管理会吵，再就是说呢，对家里面的比方说他常不在家，那这个我一定会 complain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说你除了在这个工作之余，你应该要多花点心思。是不是该多花点心思在我身上，或者在这个家里面？其实夫妻要吵架，我跟你讲，连一支牙膏啊，你放错方向，都可以吵。对，哎，你习惯不好嘛。还有，你不爱洗澡。你已经两天没洗澡了，我都闻到那味道了。但结婚刚开始前几年没有这个发。当然，结婚开始，我一礼拜不洗澡，他还不是跟我哎翻云覆雨的，拉栏杆撕床单的啊。是因为结婚太久了吗？生活变得没有那么多乐趣吗？什么原因会突然变得？不见得耶。我跟你讲，我太太是，我非常非常敬爱她，也非常保护她的原因，就是说，她为了我们那个孩子，我们八年没有小孩。对，他去做了五次试管婴儿，我们先不要管花多少钱，但是呢，光他为了要帮我们董家生一个这个长孙，对，他可以就是一个月疗程就是每天是四针了，太辛苦了，一个月就120针了，尤其最后一针是睡觉的时候呢，睡觉前晚上睡觉前，那一针是从肚脐眼，插进去，然后要按，他有一次按不下去的时候呢，叫我帮按。我一按，我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对，我宁愿那些针是打在我身上，轮流打嘛，这个月你打，下个月换我打嘛。没办法，还是要从他那边。对啊。而且那个针呢，它不是一般的那个，我们到医院打针那个是水性的，揉一揉就没事了。它是油性的，那个好痛，特别痛。而且呢，你揉一揉，第二天还肿起来，还有一个包。所以，当他做到第四次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觉得我非常体谅。我们只要一不成功，他月经一来。啊，每次做月经一来的时候就表示不成功了嘛，对，会抱在一起哭，啊，就会觉得没有小孩，其实有没小孩的这个相处方式嘛，但他还是坚持，要做第五次，哇，所以第五次才成功的，
所以这样听起来，其实我觉得以女人来讲，她是当时她是非常爱你的，愿意挨这么多针，她是拼对拼了命就要生这个小孩，她就是要生你们俩的爱情结晶。对，就是说我在去北京的这两年多，对，我是一直很急于的去争取各种机会，啊，只要能够演出，因为我总觉得说呢，我离开了台湾，那当我到了这个大陆去，我应该做出一些成绩来。可能是我的心也急，对，我也急于赶快能够拍出一部代表作出来。是，你在大陆知道你能够拍出一部，不管在腾讯或者是说这个优酷或者说爱奇艺很棒的作品之后呢，接下来你的戏约就会这个对戏约就接了不断。但你回家的时间就会更少，所以我就会在这种方面，我做事是很比较属于那种拼命三郎型的，但是你叫我说。每天一定要讲一大堆这种话，很浪漫的话啊，这个跟他讲，老实说，这个方面我真的是很着于开这个口，可是两年回来三次太少了，我不是说你都要放掉，而是我觉得是取决于你在选择当中那个比重可能有点失衡，可能是这个样子。现在想起来觉得说，其实戏拍完的时候应该就可以趁机回来啊。就多回来几趟这样子，可能那时候，不然就也把董嫂接过去啊。对啊，他不，他在带小孩念书，有小孩了，有孩子。但是我有跟他讲说，我说你带小孩寒假假期嘛，就寒假这种假期嘛，你带他来，你带他来北京玩啊，我会负责你们住啊、机票啊什么的。而且北京最好玩是，他冬天他一定下雪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雪啊什么的。可是后来就，这过程里面他对我这个建议，似乎一点兴趣都没有。那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些变化，所以他有阻止过你去内地发展吗？我去内地发展就是他鼓励我的，他鼓励你啊，而且他也很认同啊。那你在蛮好一点是你的经济大权，听说结婚之后你都是给董嫂管钱的，因为我那他应该还比较安全感，因为我对数字的概念很差嘛。我大学联考总共才考了。每一科都有及格，就数学考23分而已。你记得好清楚、哦。对，而且因为那年那个组委会他有这个说，今年我们各项考题呢都偏难啊，只有数学呢，今年那个数学考题是历年来最简单的。通常呢，只要呢稍微有看一下呢，能够拿到80分并不是困难事情。80分，我才23分啊，所以当然没考上啊，所以我才去念世新的。那至于你讲这个经济大权。我都是把主持完的钱，那个每个月都是我太太，我太太去跟公司到百事去领的。那时候我就开始做了很多节目了，或者说我那时候，还在做那个什么董月花的时候，我拿到钱，太太是到王军公司去领了，因为我不希望钱经过我的手，因为我不善于理财嘛，而且你看我又朝天鼻一看就漏财相啊。太挥霍了，然后呢，我们也有办这个信用卡。对，我本来拿到了这个主卡，好高兴啊！后来不到3个月，因为买的太多乱七八糟东西了，太挥霍啊，喝酒啊也是，后来就被没收了，再来我就什么卡都没有了，只剩悠游卡了。那你平常怎么花钱？我就是。我要录影，或者我要出去，我跟他讲说，老婆，我要去录那个大集合了。你也是拿零用钱？你给我2000块吧啊！2000块太多了，你这台中以北啊，一律是1000啊，台中以南给1500啊。我真的啊，既然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呢，其实哀莫大于心死啊。我觉得，如果假如留不住这个人的心，光留住这个人是没有用的。那我们还是希望说，唯一就是真的要以共同养育孩子为重要，其他都是大人们做的好事错坏事，都不要连累到小朋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他是董志成的小孩，所以呢，你让人在他面前闲言闲语的，或是稍微一句比较不好听的话，你觉得他心里他受得了吗？他今年12岁而已。儿子有跟你讲他的心情吗？小孩有跟你讲他的心情吗？是没有了，是没有。但是，我有看到他有发几张照片给我，就是说，他同学可能从报纸上面拍下来，他好辛苦。他爸爸妈妈有讨论到，
有些可能小学生没有看新闻，但爸爸妈妈会讲，哎呦，你们班那个董定瑞，然后他就觉得，他就回击就是，你干你屁事啊，所以我从这里看了，我真的很想掉眼泪，舍不得，真的，我们只希望孩子，我不，而且我更不希望，我太太，在，跟我谈完之后。我希望他在很多方面，真的不要，你们恩爱也好，你们这个如胶似漆也好，但真的不要在我儿子面前做出最负面的教材，那对于离婚这事情，你怎么跟儿子解释？我说我还是你爸爸，你还是姓董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妈妈、阿嬷还有我这边。他还是叫董奶奶啊什么的，我觉得爱都没有改变，尽量不要让他参与到我们在谈判，或者说甚至如果这个官司打起来之后，我们不需要让他知道过程，我们让他知道结果就好了，结果就是我们还是共同养育你，对，我们还是你的爸爸妈妈就行了，我们还是一样爱你，对，你有什么问题，你的注册费什么的我都会负责，你安安心念的书，你可以念到大学毕业，这些注册费，爸爸还是你的肩膀靠山，爸爸来负责，对，永远的，因为这么难的五次试管得到这个小孩子，你觉得宝贝啊，心头肉，你觉得你会放得下吗？是不是？你忍心，对个小孩子这么不公平吗？那现在如果讲到离婚哦，你也是看到新闻上说你们也做了一些协调嘛，包括好像房子给他，然后不用赡养费，这些都谈好了吗？这是他自己讲的，因为是他先提出来的嘛，但是如果我提的话，那我就必须要照他的条件，但他提出来的，我也没有，我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提任何条件的，都没有，我们只有提到共同养育。小孩现在对儿子最重要，然后监护权就是给他，因为我不在台湾嘛，万一这小孩生病了谁带他去医院，万一学校开个什么座谈会，需不需要家长出席，我在北京我哪里能出席呢，人不一开始就是坏的回忆嘛，一定是你情我爱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们俩也是这个两情相悦，所以我们才可能结婚嘛，坏的回忆是后面要离婚的时候才有，好的回忆是我们结婚的这个动力，所以每当想起过去我们踏过的这个无数的，我们去过什么巴厘岛，去过纽约，去过 Vancouver， 去过什么，这个很多地方啊，你说都会让我觉得好像，永远忘不掉的一些回忆会翻上来，然后心也会痛啊。所以根本就没有食欲，也吃不下什么东西，我就晚上会喝点 whisky 吧，就不知不觉这 whisky 就喝完，然后呢吃了安眠药，眼睛还是一直看天花板，看到天亮也睡不着，但还好这个都是一个过渡时期，这个要过去的，这会过去的，我不会再做出这种。董哥刚刚讲你可能在爱里面比较不善于言辞，但其实这个事情你从你的说的反应来看影响你很大，你对你太太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会有一些怨恨她为什么要变这么多吗？我绝对不会这个在当中作梗，或者说我故意这个不签字或者不离婚，但是你要让我觉得我这个婚离的是清楚明白，清清楚楚而且明明白白，再者在同样的这个公正的这个基础点上，咱们来做出这个离开分手的这个这件事情。你有整理过你见到他的时候你想要跟他说什么吗？把你的不动产过一半给我啊还有你听说你名下啊，这我律师跟我讲的，你名下还有一笔这个蛮可观的这个积蓄啊，我现在可是什么都没有了啊，我要是净身而出的话跟你离婚了，我简直是人财两失啊，我希望你也留一点给我啊，让我能够还能够生活下去，那这样子大家公平嘛，
是这个我们两个共同拥有的这些不动产或者是积蓄，也是结婚之后，我拼了老命赚的。我这么说吧，我为什么这么肯定？因为她嫁给我二十一年，她根本没有，她上班是这一年的事情，啊，也就是说，二十年都没有上班。你觉得你有几千万可以去买店面？你还可以去置产？你还有积蓄？那钱是天上掉下来，还是隔壁老王拿给你的？是老子的，不是血汗钱呐！啊，我总觉得你就算给我少一点，我都可以接受，因为你对孩子好一点。啊，这点我都可以认同。但是我一毛钱都拿不到，那我连太太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房子也没了。我知道这个时候呢，我是应该要硬起来了啊，因为我太顺着他了啊，我甚至连买房子都买他的名字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希望他也呢这个，反正最后这一招了嘛，把我很多的问题呢都交给律师，啊，我希望律师是可以站在一个非常公平，而且这个对于双方看能帮我们多争取一些那个怎么讲，应该怎么讲，争取一些利益还是权益，保护自己的权益，对对，只要他肯出面跟我谈，我一定很好谈啊，我但是就是像刚这个 H 一样，就是不要再不接电话，然后我可以打，我一晚上可以打50通电话给他，他就是不接，我就打给我儿子，我说叫你妈接个电话好不好？我是想跟他讲3分钟的话，行不行？不行，就不接。我觉得这，我现在不太愿意讲说什么，最毒妇人心啊，因为不是大家都这么无情，这么绝情，但是怎么我们遇到了一个，在最后会这么硬，而且这么坚决，而且这么，我都不知道。21年的夫妻情，你想要有个答案，他应该跟你说清楚。快要清楚了，因为大家也见面了，大家都要见面了，而且是带着律师来见面了。